俺爹不送你。这一个小区这么理解就是好。哎，买一会儿到了。哦，这进哪进的？算准了，我说这个饭马上到了呀。是呗。我这待遇挺好的，公我请我吃饭的，你又给我送饭。哎呀，这什么道理？这坐着事儿，才待又待一个小区的，你说不叫你吃啊？那个贵啊。就看这腿。贵就是嘞，看看，我这细的这差距大了呀。嗯，不是人家这都这个样，这颜色都不一样啊。那还胖了。有点肿了。嗯。夜店是这血管开不见，这现在能看见点儿了，这血管。能看见血管了。夜店肿的一点儿都看不见，这能看见这血管了这。因为人家那小腿儿，你看就是到底是细了。我进来，这你看见了没？嗯。血滴这都是，就是这个都是硬的哦，这个是实在的，嗯，这个都是软乎的。这是那啥咯，慢慢养吧，还得。哦，你慢慢那啥咯，你看上锻炼，走。哦。他这就是那啥，跟那这么不动那个萎缩了，给是吧？对，就是肌肉那是萎缩，他不动。你像那都是这个样，我见俺婆那时候，他俩腿上一伸，俺说腿细，腿粗是呗？嗯。然后人家能走了，锻炼人家一个月一个多月，那腿慢慢都恢复了，恢复过来了，嘿。嗯。慢慢养吧，是的。嗯。好重了。慢慢养了。那待遇太好了，这。这有没有馒头？一会儿了，我给你这蒸，一会儿了咱过去吃一。那不来，我不，你也不够了吧？那干净的。这都够吃。这都够俺俩人吃，俺也吃。这你包吃。将来你不吃，我反正我说给你过去了。我不饿的慌。钱也在这里，咱娘在这儿，我说咱过去晚会儿嘞。我都不过去了，我一点儿也不饿的慌。那你在这吃吧，你在这吃。我不饿的慌，我一点儿，俺真的一点都不饿的慌。我不饿，有了你也过去，跟我一块儿过去。你不吃那到这儿你看一下，我说我也没吃，家人在家吃嘞。少等会儿，晚会儿了，晚会儿。这谁做的吧？你我做的。要呗。反正挺好吃的。呵，挺好吃。味儿的。咱娘做的。嗯，我吃了是呀。嗯。吃点了你也没说出来。但是我不敢那么肯定。不是，俺去头上了，回来了，咱娘家给炖了这个排骨。啊。嗯。就是。确实好吃，真的。是的，好吃多吃点啊，排骨，那啥补补。对，早点吃好点，干好快点。嗯。我这好了。嗯。不能干重活了，我先去头上，我给你帮个忙，是呗？我给你打一个下手类的那个红啊。哎，这个。翟老还是。正好你到时候你替我几天，叫我歇几天咱呗。姐喽，嗯，我去给你帮忙了，你歇几天。嗯。我管给你送饭。嗯，姐喽。嗯，连送饭都给你打下手。那省了多半了哈，这还是这不来的。待遇好着，这两顿饭你看，你吃的高兴没？那这不是两顿饭，你啥都行是呗？你说吃饭了，哄我背我都得去。啊，直接炖着排骨来，赶紧给我往那送。改天了，我知道我自己做乖，我也能下去。到天上我跟媳妇儿里去，在家里我待闷一会儿。嗯，能走了，正好你那啥，嗯，哦，得过几天了，过几天正好下去能锻炼，是呗？对，下楼溜达溜达。哦。我第一天。这些人坐那么人来人往的挺多，是呗？嗯。人家在那坐，人家看看人。我第一时间去找红毛的，找那媳妇儿。估计让你给红毛找个地儿啊。啊。酒菜我准备好了。啊，这有特有的，有酒菜就是准备好了。你是帮忙的，你是吃的。我现在还不能帮忙的，我这里过这几天，我就第一时间下去，咱就来看看红毛的。对，正好到那儿就跟你俩人少喝点儿。喝不喝？我俺坐着聊会儿天也高兴。喝点儿，老长时候了。就这红娃不回家了。对，红娃不回家了。嗯。到时候了不回家了。好，不那啥了。歇。提早哪一天歇了？对。嗯。你提前给我发信息啊。哦，这，给你打好药，你最爱吃的鸡叉骨。好。咱给你倒点水喝。嗯。好吃嘞。好吃，行。有点事了。嗯。